今天要来拍一衣多穿的呢，就是一件印花T，它上面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字母，但是它的拼色是特别有趣的。面料的底色它是有一点点小金黄的那种感觉，是属于那种低饱和度的一个颜色，会显得人的起色特别好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在版型上面呢，做了一点点的这样微微的一个小插肩，对于大胸的女生、肩后的女生都会非常友好。这件的面料体感是很薄的，含面量会比较高一些，所以在夏天容易流汗的天气去穿也很舒服。维度跟长度都是比较黄金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尺寸。我的话呢，可能会这样稍稍的圆一下，让它看起来更有灵动感，有一点自然的褶皱，穿起来会更休闲一些。然后重点来了，能够支撑它拍一衣多穿饰品呢，就是它的印花了啊。这个印花的颜色很有层次感，上面有红调，有绿调，基本上脚踏两个色系。如果这个夏天已经穿腻白 T 的姐妹们啊，去试一下这种印花T带来的百搭感。第一套我穿的是一个工装的这样的一个灰裤，加上有一点这种复古休闲的这个味道，整身呢它就变得比较少年感。我的话呢会选一个这种大大的包包来匹配这个宽裤子带来的随性感。第二套呢，我换了一个粉色的这样的一个感觉。虽然这个衣服上面没有非常标准的粉色，但是因为它有红色，所以它反而搭起来有种不刻意的和谐感，都好像是那种随便搭了一套，但是就直接就能穿出感觉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。作为内搭来说，比白 T 要丰富，比白 T 要更高阶一些，但是它出来的感觉是很和谐的。这套还有个紫色，这样套也好看。像这套的话，无论是只戴耳环还是说只戴个框架，都会很优秀。里面的话，它还有点微微泛紫的一个感觉，这个是一种很低调、很低调的一个和谐的感觉。我翻了一下衣橱，把最近出的能穿到的套装都套一下。这套是很特别的一个绿色的起水的牛仔，很特别很特别的一套。这套鱼丝心很想推荐给大家，这套会比刚刚那两套来的更明显的同色系一些，因为里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绿调，那穿起来它的和谐度就更高了。我觉得接下来特别是今年那么流行彩色的情况下，大家一定会去买很多五颜六色的一些裤子。如果有这个想法的姐妹们，这个 T 恤我觉得可以备在家里面，可以少掉很多搭配的烦恼，因为基本上都能搭。我现在搭的是上面跟下面一样的绿色，很清新的这个色调，搭起来也很好看。好，这套的话是蓝色系的，是不是超级简单？所以这件 T 恤呢推荐给大家了，在夏天的时候完成大家五颜六色的一个梦。还是觉得白 T 比较稳妥的姐妹们啊，这件白 T 它是有多一点点的一个功能性的，做的是一个大挖领，非常非常的凉快。然后版型侧边的话是这样子高高的一个开叉，很适合我们去搭这种垮垮的裤子来穿。虽然它是长袖，但是因为它的面料非常非常的吸汗透气，有点速干衣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在夏天正夏天来当防晒衫穿都是没问题的。这边的话是做了一点点小刺绣，整体的样子是非常飒爽的那种效果啊。最关键的是这个面料它不会发黄，它是我去年发现的一个非常宝藏的一个面料。这件的话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特性，就是它把这种防污的功能是做在了纱线里面的，跟以往的涂层的那种防污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涂层的话是水直接滑落，但是它呢是可以完全吸进去的，让你觉得洗不掉的时候它用清水一冲就这个。它是我们马赛假日的这块面料的一个新的一个版型，做的会更时髦一些些啊。怕白衣服不好打理的姐妹们手冲这块面料，男士们再等一等啊，你们的短袖已经在路上了。总的来说呢，这件 T 恤呢非常的透气速干的啊，所以哪怕是大汗淋漓啊打篮球啊运动的时候穿它都是这个。还有就是在回南天的时候，南方人的回南天所有的东西都潮不拉几的，只有它时时刻刻保持着的干爽和挺立，所以我对它是有个很特殊的情感的啊。第三件 T 恤呢是一个正肩版型，然后小领口的版式，衣长不会很长，这样微微约一个小边就可以配这种很垮的裤子来穿了。还记得穿搭的口诀吧，上宽下窄上窄下宽，所以这件的话就让大家上半身显得非常精神非常显瘦，下半身呢就可以去配一些我们这种垮垮的裤子，很适合旅行身材来显瘦。然后它的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特色的，上面是带着很明显的一个肌理感，这个可能要近看的时候才能看得出来啊，就很简单很简洁的这样子的一件衣服啊。它主要就是在版型还有它的可搭配性上面是我比较突出，放在第三个给大家推荐。最后这件呢是一个纯黑色的啊，关键是突出在版型上面的小飞袖的一个处理，会显得人非常的高，侧边的一个高开叉会让我们的腰线瞬间捏出来，因为我是一个很标准的 H 型身材没有腰的，所以我对这种收腰 T 就是欲罢不能。然后很简洁的一个版型，这个黑色超级干净，养猫养狗的姐妹们都不会去沾毛啊，所以这件想要推荐给一些想要显瘦然后想要显身材的女生。下面的裤子我不用换啊，喜欢穿阔腿裤的姐妹这期可以买，每一件搭配起来都很好看，可以根据自己的身材的优缺点来选，上半身比较纤细的那就谁都可以买，上半身比较胖一点点的尽可能去买正肩还有这种收腰合身的这种 T 恤。好啦，今天的夏季 T 恤指南就到这啦，下一次见，拜拜。